今天穿这样的衣服的表演的特色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就看起来比较清纯。我这样是清纯的。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吧。转一圈。哎哎。哦耶。哎呀，导播好会拍哦，这次。三尾三十二 C 二四三三迷你小精灵，兴趣桌游，才艺，哇塞，神之手让你好快活。好，来来，欢迎九燕。九燕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九燕你好。国光这个节目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。对啊。怎么样特别？嗯。就黄的很有文化，很对对对，黄的很有文化是。你是大陆回来的，黄而不色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黄而不色嘛。我们就是色的高尚，啊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大陆回来的吗？不是啊。哦，你哪里人？台北人。台北人，台北人，台北人。今天穿这样的衣服的表演的特色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就看起来比较清纯。我这样是清纯的。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吧。转一圈。哎哎，哦耶。哎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那导播好会拍哦，这次。嗯。你觉得如果你进演艺圈，你的特色是？可爱。我讲一个好不好？好。慵懒。啊。是啊。女生慵懒。气质里面有一种慵懒的那种味道。所以说你以后上节目就是推一个床要推出来。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推轮椅离开。OK。你说你值得，你什么样很值得呢？就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啊。是是是，嗯，所以你的特色是值得。我可以把开心带给大家，是舒服带给大家，舒服。而且他一直很俏皮的，对，他那个眼睛好像都会笑的感觉，声音很有磁性，这声音很少女生有这么有磁性。对对对对，那个尾音，对。那今天来这套衣服凸显自己的胸型，是这个意思？类似。哦，类似，那还有凸显什么地方？你觉得你身材上面你最满意的是哪里？除了胸型，还有屁股吧？哦，臀部，嗯，臀型。那再转一次，那你整个脸蛋你最满意的是哪里？其实没有没有啊，你的眼睛，眼睛很狐媚耶，真的吗？没有人跟你讲过吗？说你眼睛很漂亮。有啊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故意的，还好。对啊，就是眼睛太正了，我觉得还好。嗯，那请问你拜的狐仙是在哪里？有啊，有拜狐仙啊，你说狐仙是啊，是魅惑的女人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拜狐仙哦，魅惑的女人。没有，我没有拜狐仙。我开玩笑，可以开玩笑。你总是要开点玩笑，是吧？女人味哈，康哥。你为女人味，女人味，对，女人味，女人味，为什么要女人味？他一走出来，我心里面就叮。你又喜欢了，对对对，你哪个不喜欢？我这样讲太抽象，我心里面的叮大概是这样。哎呦，好用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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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买单哎，买单，是得分送菜，那个就这样，反正柜台的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，请教一下，就是你要进演艺圈，你反而把原来的工作辞掉啊？原来做什么工作？电话行销啊，电话行销，就是诈骗集团的意思吗？车贷啊，车贷，因为结果那，就是你打电话去，喂，对，贷款，要不要贷款？哦，要我跟你讲，讲一次你那个制式的开头好不好？对，打电话，来，你劝我们贷款，来，曲哥接电话来，喂，喂，你好，我这里是和润车贷中心，是，有什么事情？最近有没有资金上的需求啊？要不要贷款？那我刚好有一点哎。哦，一点是多大点？哦，缺个几十万块钱吧。哦，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1.5倍的这个成数的贷款，那你要不要？啊，好好，我有兴趣。喂喂，你想不想泡温泉？我忍不住了，这种声音。哦，你们现在后来变三方通话，就是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。请问声音很好，请问声音很好听耶，喜欢泡温泉，还 OK 啊 ，OK 啊，那个，哇塞，喜欢什么样子的哪一种男生，你这个觉得很正面？不长太帅，不能长太帅，不能长太帅。OK， 那我们这里面长得太不帅，我们这边没有帅的，这样看长相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最顺眼？这。您个人的感受而已，都不顺眼，都可
安康哥。啊，康哥，哎呦，那就泡温泉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可以可以，这吃什么呢？吃什么重要吗？吃什么呢？谁管他？只爱管口味。嗯，那包子怎么回事啊？中西合并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意大利面配包子，来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哇，可以吗？这个，所以这个底下是几乎都有有有，很安全的。安全安全安全，这个。不是你就不讲这个，我们就破灭了嘛？为什么问下面？我们就要想象它下面不安全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那下一种。哎，过分哦！那钻去哪里了？嗯，钻去哪里？没有找耳环。啊，找耳环掉在里面。那洗衣机。就是当初拍写真集，你是想要。为什么会去想要去？主要是想要给就是支持我的粉丝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貌，这样。嗯，对。嗯嗯，这样拍写真集啊。嗯。家里人会不会反对？我刚开始啊，就蛮担心家里面的人会反对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不然先斩后奏好了，反正之后他们也不能怎样这样。然后没想到就是我回去，其实还是有跟爸妈讲一下，就没想到其实我爸妈还蛮支持我的，对，而且我爸他还会帮我分享，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，就是有关于我的写真的购买方式这样。这真的很，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想，就是爸爸。怎么会分享自己女儿的这种用什么心态？对，他怎么心？你问，对，问女儿王，女儿王，女儿王。对，我其实这也是我的疑问，就是说，那如果在于一个贴补家用的情况之下呢？那可以，因为我太累了。哎，那你的尺度到哪？尺度哦，那时候拍摄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景跟每一个服装其实都已经有先搭配好了。那其实那一天就是拍我们拍外景，然后拍到就是日租套房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浴室，就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浴室的照片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其实那一卡本来是没有的，对，是那时候看到浴室的时候，因为摄影师是女生嘛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哎 ，Lisa， 你要不要拍浴室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我要穿什么？”她说：“你不用穿啊。”我说：“哈，不用穿。”他说：“不然你围个浴巾好了，这样是对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好，围浴巾。”结果后来他就说：“哎 ，Lisa，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露一下后背？”然后接下来就说：“哎，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哎，就慢慢的被他的花言巧语，到最后连整件浴巾都没了，这样对啊？你所以这是个遇害的概念，对，就是还是一点都不安全。现在开始想什么花言巧语，现在能够也做了对。”